家好，我是 Liz 高晴文 Taster 美食家的创办人。我喜欢用美食分享记忆中美好的人事物。对我来说，吃是文化，也是艺术，更是生活。本集节目中，我将分享更多美食的精彩。更多内容，请锁定台中古典音乐电台 FM 97.7 跨世代情怀节目，与你们分享。